就是我们唱了那么多 年歌，没有一首歌比远哥的嘉宾要好。结果嘉宾我跟你说很神奇，他是基本上算是我很少有的没有用自己的脸做封面的。哎，火了。知道原因了吧、啊、不能靠脸。终于找到原因了。对对对对，靠脸没有用，你看没有，而且是没有 MV 的。哎，真的，到现在这么火的爆单没有 MV。 对。